爸爸，爸爸，爸爸抱，爸爸抱。这红姐，你是在卖萌吗？原来是张红姐在记者会上模仿的女儿平常叫爸爸的声音。红姐是出了名的炫女魔人，经常在社群网站上晒出与女儿小小爱的合照。被问到哪天能带女儿一同出席活动，她这样说：现在没有这样想，但是希望有一天她像我今天出来这样，能让她带她一起出来跟我。就是看看爸爸站在台上或是在球场上的感觉。哇，我们也好期待见到可爱的小小爱。话说红姐最近有没有打算再上新的节目呢？新的吗？目前因为赛季马上要开始，所以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安排。但是如果赛季结束后如果适合我的话，其实就是不会去排斥嘛。小孩一起，那先也要先问妈妈的意见吧。红姐真的很听老婆的话呢，这样的新好男人哪里找啊？期待未来能看到他们一家三口一起露面咯。非凡娱乐台北报道。